今天端午粽夯什么呢？来看看团购网爱和购，就发现现在人饮食习惯 M 型化，粽子这两大派最热卖。现代人挑嘴嘛，当然要吃个料好馅多的，这粽子 CP 值超高。看看它这么大一颗，在肉粽里加入超大干贝，平均一颗却只要74元。台南知名老店的明星商品，像是府城八宝粽，还有干贝 XO 酱海鲜粽，都加入了干贝、鱿鱼、五花肉、虾米等，最高纪录曾创下周销2600多颗。不少人怕吃多糯米，热量高会胀气，不少店家就主打养生健康款，将五谷米加入糯米，即使吃肉粽也感觉负担没那么重。今年新推出的薏仁黑米粽也让口感更弹牙清爽。南门市场素食名店则推出黑胡椒东坡粽，选用糯米、蒟蒻、素东坡梅干菜等制成，口味咸香带劲。湖州豆沙粽也是不少人的最爱。除了这些，每年端午粽各家都推创一款，不过常常先热潮过后真的没被市场淘汰的是它，这颗好绿的碧绿鬼粽，最高一周居然可卖出4000颗。来自新北市金山老店，内馅有香菇、卤肉、菜爆等，吃起来很像咸甜交错的超贵，厉害吧？等新闻，粽是老的强，报道。